就是拍米娅嘛，我原本就是想要写说就是被爱的讨债集团追赶，然后被情绪勒索的一个人，他的反应会是如何？遇到这种恐怖情人，或者是这样子惊悚的一个状况。大家好，我是杨世豪咪迪样，这位是拍米娅里面合作的饶舌歌手屁孩 Ryan， 这位是我们长期合作的 MV 导演张青。大家好，我是张青。今天拍的 MV 内容主要就是谈论有关男女感情上面的一些纠葛。对，男生跟女生都有自己的心魔。对，然后屁孩呢，就是扮演男生的心魔。张东西。对，我就是扮演女生的心魔，也是张东西。对，脏的不可救药。拍脏东西的人，哎，对，是的。让我脏东西拍的脏的吗？脏东西我也不算有罪，心头一横是流水，你眼都不盼我有罪，你早知道这种酒会归往身上，哪里不会有？你看，大家都好忙。然后让这一片镜子，所以他们要瞧一下怎么拍，对，瞧很久。这一次我们塞了很多的景，例如说像是植物园，我们把一个墙面，然后完完全全就是塞成一个很像是一个水泥墙，然后上面全部长满了花花草草，年花惹草，年花惹草。对，我们然后上面在那个床垫上面还插了几支白色玫瑰花，那代表的是一个就是杂草丛生中的一个爱。再来还有很多反射的镜子，玻璃是我们这一次特别邀请的一位演员，然后陈玉也是特别我们邀请的演员，又帅又美。他们拿的镜子，然后呢玻璃在镜子里面可以射到对方，然后呢另一个人呢又拿着镜子又互射到了另一个对方，就是所有就是这些事我完全看在眼。我今天跟他合作就觉得哇，他又变得超强了，就去年跟他合作就觉得他已经很强了，然后他竟然还一直在成长。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我身边所有的同事就说屁孩这人超聪明的，他很会对于创作上面跟他表现出来给大家看到的样子都是非常的屁孩，他对自己非常的了解，而且也可以这样子很勇敢的呈现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是我从他身上学习到最多一点。青导演，我的青，对，刚刚在拍 MV 的时候，整个热情在燃烧，就是很带动我们，你知道，就是想要就是把生命力全部灌注在这个里面。怎么有心如有怨的感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能干话，对不起。世宏，我觉得真的是要说一下，我跟你讲，他的那个腰度啊，你知道，就是他的那个他只是在那里就说哦没有，我会害羞这样，但是当那个镜头一到的时候，各位你去看 MV 那个眼神，好不好？还有他那个气势，我跟你讲，妖孽，妖孽啊，好一只妖孽，受不了的那种，受不了的一只妖，很美，对，很美。所以你知道大家如果要去看那个有多奔放的话，就是那股烧劲有多烧的话，你知道，就是赶快去 MV 里面看，我觉得你们就可以看到了，真的。谢谢师兄，谢谢屁孩，谢谢小杰，谢谢大家，耶！请大家在考试也开心的心情哦，一二三，来。精心就火力因万气烈安贵地气。